到餐点找座位也是一大难题。假日用餐人潮挤爆 IKEA 餐厅门市。我们是专程来吃东西啊，因为他们这边东西很好吃啊，餐厅东西非常丰富，而且我觉得价位还算蛮便宜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来几乎都是来吃东西，不是为了买家具，而是专程来用餐。餐厅返程赚钱金鸡母，炙烧乐野牛排，还有香蒜烤拌鸡，店内人气王。但销售冠军是这一款瑞典肉丸搭配特制奶酱，副歌北欧传统美食。近26年来，光在台湾卖出总长度就可以绕本岛三圈，挟带超高人气 IKEA 餐点正式进军外送市场。靠美食吸人气，好事多餐饮区披萨、鸡卷、快吃快取也很夯。PK 两大卖场美食，好事多走美食风格，素食类型为主 ；IKEA 餐厅则主打北欧美食，在因地推出特色餐点。一个呢是希望让消费者停留的时间久一点，然后呢促进他的消费；一个呢是让消费者有一个便利性，然后呢可以止个肚子饿。但是呢，重点还是在他卖场里面的产品。餐厅经营各有策略，靠美食加持成卖场吸金术。三立新闻旅社部雅婷台北报道。